这个仙坡到底在哪儿啊？我该不会是找错地方了吧？ 你是谁？昭哥的衣服。昭哥在哪里？ 什么？你再不说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住手！赵哥，都说了让你不要乱动，你偏不听，之前的伤口裂开了吧？ 我知道，但是你也不能总这样吧。
你看，这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这样才怪嘛！哼，赵哥，嗯，你听得懂他说话？狼姑娘说：“我是授予者。”授予者，嗯。哎，不对，狼姑娘是谁？她呀。我听人说，这山里住着一只修了千年的妖兽，该不会就是她吧？狼姑娘才不是妖怪呢，她是一只修行了千年的白狼精，而且她才不是坏人呢。之前我摔下来的时候，还是她救了我。修行了千年，他手臂上这些伤是曾经学院围剿他的时候留下的，这里连草药都没有，所以我只能找一个简单的方法给他包扎一下。嗯，但是想要完全复原应该是不太可能了。我来吧。果然在你这里。我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这戒指是穆九州的？穆九州是我师父，虽然他之前将你封印在这里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小五，穆九州是你师父？所以你对着那个戒指讲话，其实就是在跟你师父说。你还是听见了是不是？赵哥，你有疑惑，为什么不直接问我呢？小五，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怀疑你的。算了，是我有事瞒着你在先，这样我们就算扯平了。对了，你为什么会被我师父困在这里？他说我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承认。但起因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我原本是一只常年修炼的白狼精，耗时千年总算化为人形。